袭米白色小洋装，被老师轻轻勾着手。他是高雄六龟新威国小的唯一毕业生张庭真。2000多个日子的相处，真是令庭真难以忘怀。成为全场焦点的张庭真在台上致辞很大方，还自己动手做了卡片送给每一位师长，感谢他们的教育之恩。春风化雨，循循善诱的教诲，才能使庭真从无知变得更懂事。毕业影片也是张庭真一人的成长记录。原本三年级以前有同学，不过后来都转学了。毕业当天，他也独得了市长奖以及各单位颁赠的奖学金。来自各界的祝福就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今天毕业典礼是可以彩排，可是未来人生的路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彩排。想要展现你自己，或者是你想要让别人看见怎么样的自己，这些都是由你自己决定。满满的祝福，然后让你呢，在进到国中去的时候，可以呢无所畏惧。高雄六龟区新威国小6月7号举办毕业典礼，毕业生只有一位张庭真，而相信这特别的毕业回忆也会让他永远留下深刻印象。华视新闻蔡孟俊、许富杰高雄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